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两个礼拜之前撒下的大叶茼蒿，还有山茼蒿。那么撒下去到目前大概两个礼拜左右，看起来这个发芽率还可以，甚至有些地方长得蛮致密的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一般的茼蒿，大叶茼蒿它的小苗大概长这个样子。那山茼蒿呢，很明显它这个叶子就已经呈现了所谓锯齿状的，那基本上都是茼蒿类的。那各位看到有些地方种得太密集了，我们等一下就来给它做收长疏苗，顺便把它移植到其他地方再来做栽种，那看它可不可以长得更好。没问题就准备开动了，不是啦，准备移栽了。
了。